农历1月13号是三一教主的圣诞千秋，新竹市长林智坚特别来到主祀三一教主的南华宫参拜。不止如此，其实南华宫所在的港南地区是林智坚小时候住过的地方，林智坚有很多亲戚朋友住在这里，这次回来参拜也算是回来看看港南地区的乡亲朋友。今天是我们南港南华宫，阮这主神三一教主圣诞千秋的好日子啊！感谢讲市长哎，百万来参香啊！不，因为市长是住在咱家，咱南港里出世的哈、哦，所以伊当来今来当来遮来拜拜哦，求大家本里大小平安。感谢市长安尼啊。不过最近正值武汉肺炎的疫情期间，政府宣导减少团体活动，林智坚也只能跟乡亲们说声抱歉，没办法一一握手，都是为了防疫需求，大家一起忍耐一下。开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。